对头摆都亚哈，无论是很耐的人都好马圈刺眼，本心情想法变得很卡强松，每一个人对绿色的印象都当熟了，太刺眼就会按散发的一部分。今本日按我以后山河水的你来，一看一个回归刺眼，透过绿色造福的中来了一闪亮的故事。陈静吉是宜兰森林小学的创办人，对教育熟络的人对其应该都不会知道上分。36年前，陈静吉告状同土地变作台地高石，太自然就是上课的书本阿娘的教育方式，同台湾传统的教育发展出新的概念。欢迎来到我的静静绿世界。在这里啊，我有3块园区啊，这一块呢，种了很多不同的蔬果啊，就像我家的冰箱一样，那我随时可以来这里采一些自己种的很天然的、很美好的食物回去享用。那另外一块呢，是种满了荷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欣赏。还有另外一块，我们是种了很多的果树，跟瓜类，这都是我精神上跟食物上的来源。这里就是我过去森林小学的校地，这里占地有将近3甲，但是我们最多的时候只有30个小朋友，那在这里我们从民国73年创校，然后一直到88年才停止，因为私人心血很困难，那时候负债累累，所以不得不把它停下来。那这块校地现在变成其他的用途，不过这里我们还保留一块地啊，我就来这边种种果树，也等于跟过去做一个连接。一片是江西森林小学的教育园区，没想到后来成为陈教长茶火磋商过后反转人生的疗育园区。其实我从20-30年前都是一直在从事教育的工作，那每天都非常的忙碌，也没有休息。结果在民国94年、我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车祸，那撞到了我的前额叶。那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管理区，因为血管的阻塞，后来被判定是重忧郁症，因为这样我不得不休息。那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啊，就回归到我原来办的宜兰森林小学。那过去我是用这块园地来教育孩子，结果没想到后来变成我疗愈的一个场所。那段时间我每天听到的都是鸟叫虫鸣，看到的都是绿色的山野，每天闻闻花香啊，看看昆虫蝴蝶，然后自己在经过农耕，我整个的身心跟大自然都结合在一起了。那透过这样，然后听医生的吩咐，然后靠药物，然后运动跟自然的疗愈，这样慢慢的就让我身心就恢复了健康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陈教长是客家人，秋地记回归此言休养的过程当中，其发权吃物同土地，同时要承载自家身为客家人的根本。这就是我的老家。那其实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是有一次扫墓看到我们家的墓碑啊，上面写着广东梅县，我爸爸才告诉我，我们就是从广东梅县来的客家人啊。那爸爸是投出一塞湖，一生非常克勤克俭，而且很重视教育哦。他到夜市去都会买毛笔来让我练习，对我后来办教育啊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爸爸的精神都一直影响到我。戴登松
多准多人难乐活，多准多一个寒舍世界神脏的地方，就像是有在过本阿美南定穷用安全温暖。陈高中多带很用的同台词演穷下的呢，也许当老师当惯了嘛，其实我们生活是很规律的。那其实早上啊五点多就起床了，啊我的麻吉也会叫我起床。起床之后呢，我要先巡视园区一趟，然后呢去走一走，带着麻吉去散步，每天都是这样，然后背着相机沿路就是拍摄花鸟自然的美景，这就变成我的习惯了。我现在已经拍了七八年了，每天啊都要拍一两百张的照片。透过一种又一种的相片，能看到陈高中眼中台词演迷你带本级的招呼感通同安慰。每条街陈高中很用的一日比一日很卡有精神，不过除了同各位乡下出去行了看风景，也都看起来很粗粗的事情，其实天然散发还是有当多天色而坐。那每天我大概三四点一会到园区，那这个就真的是务农了，这边我就开始要除草，要翻土，要整地，要种植，那做到天黑了我才回家。这块地说大不大哦，有400坪，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每次割草，如果从这边割到后面，我再回来的时候前面又长起来了。割草对我来讲是一种休息，平常工作很累啊，或者是心情不好，我就会来割草。那割完草真的就全身啊就很舒畅。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累，因为其实拔草很累哦，大概每天来做两三个钟头，就全身大汗淋漓。但是结果回去后来洗个澡，哇，很好睡哦。所以以后我就很喜欢来这边除除草啊，整理工作。其实雇农员哦，他最重要就是能够跟植物啊做一个连结，好像他就是你很好的朋友，然后来这里跟他聊聊天啊，谈谈话啊，然后心情就非常的快乐。无天的建重复改错的通造，在陈高中看来全部是神法当中的修行。在台词演里度某个事情是共有认真去做，就有顺差的脱离。其实在农作里面刚开始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只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要爱护这片土地，所以我不喷药也不用化学肥料，完全回归自然。结果我种出来的菜都比别人更小更丑，然后人家都会笑我。可是呢，当我收成回去吃的时候，发现到它非常的甜美，然后我也知道它很健康。那这一点对我来讲就更肯定我必须要去恢复到用自然农法来照顾这块田地。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柴鱼都来我这边做窝，很多的鸟都来这里，然后昆虫蝴蝶都回来了。我就想了，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花园啊，然后不仅能够照顾我，而且可以照顾到万物。今天要来采收一些粉薯啊，就是葛玉菌太白粉的原料，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到现在20几年哦。就是这个，你看。很漂亮，这很好吃哦，现在变成健康食品，用白水煮沾盐巴这样咬，很有淀粉的味道。它都在下面，你看这么多哈，这样是最好收成的时候，哇，你看这个那么大，很漂亮。过去父母亲都用这个发磨粉下去煮一煮，然后再加一点糖，就是很好吃的太白粉羹。这是我们客家人最喜欢的一种，算是零食吧，你看这样一小块就可以挖很多，哇，这颗更大，漂亮。后世表姐此言同此言频繁相处，越来越大。当日不是屯平人站菜市场买菜，就在自家的菜园度新鲜的现摘就好，按强松幸福的田园生活，
食材就同白芒同样。哇，你又是来吃饭喽！啊，你看，这就是每天都可以提供我蛋白质的鸡蛋啊，非常的可爱，小小的。哇，这一颗新的啊，你看，哇，这一颗鹅蛋好大啊！啊，你看，这是今天生的鸡蛋，这是鹅蛋啊。在此言当中工作同一套的石花本陈前期纵身回复神心的空间，也得山水太体就是陈高中大年的能量前沿，本家的石名更来更丰富完整。这个园区啊，刚好就在安龙溪旁边，我们就利用它丰沛的水啊，就变成一个水生园区。那里面种满了，这个是水莲花，就是台湾品蒙草，还有荷花，还有睡莲。夏天的时候这里就非常热闹哈，荷花开得很漂亮。那冬天呢，看起来很枯萎，对不对哈？但是你知道，这里就是一种萧条之美。另外你看那个新芽都已经开始长出来了，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生命的生老病死这样。那其实在这里是非常的舒服哈。那这块园地最主要不是为了生产的，它是用来疗愈心灵的。所以我每天黄昏的时候走到这里，坐下来看看花，看看附近的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隔壁的儿子说：“啊，你种这个又没有收成啊？”我说：“那个没有收成，但是那个美哦，是没有办法是用钱去买到的。”对于这个疗愈园区，在未来还有很多的规划。对新人的教育，陈教宗强调是尊重、接纳、无强调的声音，也不是对此言学道的包容和尊重。这三块园区啊，带给我非常大的自然的疗愈的力量。那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再找一块地，再种树，让它恢复原来的样貌，也让不同的生物能够栖息在这里啊。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孩子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植物也一样，它们有多元性，那不同的样貌，那也让不同的生物能够在里面来栖息，这是我将来最大的愿望。在都市成长的人可能会经历的模特发群太刺眼的本身变得更刺眼，更昆虫通物。太刺眼有最原始含过动态的能量，请记得本次家有机会发现太刺眼请转 M 本蛋同刺眼佛海穷神的甜心。第一下的节目人来关心一场退休过后的落发演绎，去看看那一群退休撒穷用无限的装备，用我们自家的细细人体当中固定空间自家种出自家式的食法，聊一下停停转来哦。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穷得厌弃，本单按到台北市的疗养院，是以精神科医疗为主的医院。厌弃就在上山脚下，有心还有有智慧的医护人员，利用厌弃贴撇的环境资源，打造出全国第一间生态医院。我们是所有市立医院里面最接近市政府的医院，但是它的环境其实是依山，然后也有很多绿色的地方。那当然员工就会想说如何跟病人一直跟环境共存。
另外一个理想跟任务说，我们也希望不要老是觉得我们是精神科医院，是一个可以比较可以亲近的。那其实绿色环境，我想大家是最愿意亲近的。呢度爱同沙棘融合，从地引起开放铺宽嘅草壁，本湖群里面从此游山耕作，无想到反应热定好，里面都当热情嘅来参加。所以你们现在是这样，大家都在抓虫哦。对呀、啊，抓虫啊，一片还有蛋，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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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虫在吃菜，不是应该很痛苦？为什么你们抓虫抓那么开心？对呀、啊，没有这才是没有农药的东西，它是真正的饭的菜，饲料是我们的。大姐，你回去拿去这做胶原蛋白吃，可以美容呢。看到一条老人家按欢喜的照顾菜园。感觉就像在自家户口的菜园中央吃油吃菜，差一时就不记得一片是在台北市的新义区呢。原本我的生活也很简单，因为我就是帮忙照顾孙子，结果有了这边以后，我每天固定就是心里有个牵挂，我的菜不晓得有没有被虫吃掉了，每天没上来就觉得脚很痒，一定要赶快过来才可以。站起来，真的是不简单。以前都上班，我跟邻居这些人我都不熟悉，来到这边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附近有这些人。那有这些人又认识了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退休族的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对，很嫩。这个很嫩的，真的好棒啊！一束花了哦，很漂亮。这个就是，这个是辛勤的结果。退休过后，神翻无充心，神秋感变大。就有可能会出现身心快速老化，有常时会做的位同平常时生活无相容的事情当作求吉，勤俭耐同吃苦就是最理想的选择。在种之前要把它松土。我跟你讲，我的身体最先的时候我会气喘，非常的严重，晚上都不能睡。自从来这里之后，每天早上来一次，下午又来一次，就非常高兴，而且身体哈、变成比较健康一点，比较没有在喘，晚上非常好睡觉，每天都很期待这样子。好，257，浇水。家里的话，我先生会就觉得好像，你最近心情好像变好了，没有像以前那么爱怒啊，爱生气啊。因为我是一个脊椎重症的病患。我脊椎从 L1 开到 L5， 再加两个尾椎，本来应该坐轮椅。装载之后，因为我心情就比较好一点，又比较快哦，有一个目标，慢慢让我的身体要 recover 起来。所以我现在比较健康，可以跟你们这样聊天。不然我说脸悠悠啦，我的脸都是忧愁的，这样很痛，每天都啊足疼，这脚啊疼，手啊疼，身躯啊酸啊，差不多恢复了。医生是跟我讲说60%-70%啊，其实我的感觉是70%-80%左右了。还有20%还要再带加强，再多来种菜就可能会更好了。勤俭太思言，身体变得较抗天，路通是最好的运通，没是福天。心情变得较好的，要给就不是是都安度的。第二片种菜，不但唱是路通听听，还做的是多路好多路哦。个蛋的哈，蛋的。这个蛋的炒了下去吗？可以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要先炒一回，简单的一回，这杂草来加进去做肥料。对，枯草里面有枯草杆菌，让它发酵。枯草杆菌它可以帮忙当肥料，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弄好以后，要加红糖。加红糖让它促进它快速发酵。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像博士一样？我们上课有上课，我们有上课，老师有教，生物化学都有教。所以意思说，老师上课你们都有在听，就当然了，三期的耶。为什么老狼会打瞌睡哦？我老狼会打瞌睡了，老狼困不起啊。三个小时，而且我们已经上三次的三期的嘞。我自从来到这里被选为班长，看到大家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啊，大家都很改变，大家都很快乐。在这边做，我个人也是觉得很神奇，怎么这一块小小的地方，怎么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欢乐？
对，好了，不要太好了，好了 ，OK， 再关掉。这是还要加，是我们帮你抓虫的酬劳。今夜夜头花花草草，透过植物退休后的老人家生活，享用做得过多吃菜快乐，幸福正面，回归自然是件美好的生活方式。沙田的彰化鱼蛋宴，含有传统客家吃物的新体验，唔好错过哦！从普惠变作数码，在客家人生活当中接常会用到的东西。上可那，是讲普惠无哪来做数码，还做得做马鸡呢？昌修伟唔但唱起台湾的华语舞王，还出过比赛几下摆，被外国人看到加优秀表现。大家好，我是昌修伟，今日用普惠龙做设计哦。看我今天弄的材料就没改好，有东亚蓝、文心蓝、乒乓菊、蝴蝶蓝、万代蓝以及雪松。我先打了一块海绵，好，把它放上去，先来检查一下我们放的海绵是不是我们要的位置。我先用蝴蝶蓝把它剪下来，插在我们的位置上，把它用作一个焦点，我再会用这个乒乓菊来做我的一个小焦点。这剪一点斜，它吃水的面比较大，花比较耐。好，它一个高低有一个阶梯的感觉。好，我先把它剪开来，挑比较漂亮的，好酱哎，发绿好来来走焦点哈。多种不同的兰花去做设计，主题叫做五福临门，所以用很多的福气带给大家，就是用蝴蝶兰就代表福气叠着来。文心兰因为它线条很多，我都会把它修剪开来，我只要取它的线条。插花的时候最开心了，又可以欣赏花的美，又可以闻到花的香味。因为有一些些海绵看得到的地方，我就会用茉莉叶去给它补一下。今天用铺位做的五福临门，希望大家能喜欢哦。今本日看到太自然温柔的力量，做得以后身心的平通，还可做得丰富生活。用心照顾植物，其实咪系照顾自家。亲近自然，就会对生命最美好的祝福。